大家好，现在是早上的5点钟啊，今天我们起个早啊，还想去尝一下啊，昨天做的吊味好，去晚再去蘸一次，先把牛喂好啊再说。目前我是上了6条了啊，你看好多人钓鱼啊。来采访一下你，听说你最近报户了，有什么感想？今天哦，又是3个人全场最靓的仔。那是真的吗？我钓6条。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报户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户是不是没报？你还装的那个户满了？哦，报户就是装满了叫报户啊。3个人，反正我钓的最多就可以。那什么感想呢？跟我说一下。那不是吹牛逼的，他们是坐在那里。咦，这人什么情况呀？是不是是不是他们肯定是觉得你请的人到下面挂的，是不是？船长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挂呢？是吧？哦，行的，我的打心底。我今天钓了6条。可以，打心底里为你高兴。我看了视频，我说，咦，那是我在螃蟹钓的，我又不敢相信呢，所以要采访一下你，竟然是真的。那必须的。我看你这个赛的。你看，你看最近晒黑了，手跟这里跟这里，要不去我脸上。你不要戴个那个袖套吗？护袖的那种，反正脸上跟手前面是一个颜色，红红的，身上白白的。要不去帮我敷个面膜？自己去敷，我上面有，自己去拿回去。我不会敷啊，来敷点那个白的。你现在在这里敷是吗？就一片这个敷下去可以啊。我不知道哎。不是你有那个图那个白白的？对，还是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找的。哦，过期的给我敷。我不知道哎，反正我翻箱倒柜找了半天。不是有图的吗？好像。你那个图美白的。那这个粉。梨子粉。粉先擦粉。哎。光敷这个没用，我懂哎。那个粉是化妆的粉。那涂好了再放一下是吧？先敷，一敷跟你说我就来火哎。来。再闻一下香不香？这个面膜根本就盖不住你的脸，好不好？来，有多红，我是看不到的。干嘛还搞个中分出来？不是吧，把头发弄两边，你头发老是把这手把它蒙住。还有你。你看这个面膜，这过期的会不会过敏呢？没过期，我天天在敷的。那你还是搜出来的。骗你的不行吗？你确定你洗了脸吗？洗了，我早都洗。你看这个面膜根本都符合你的气。脸太大了。别扔了呀，我前面还有这个汁，知道不？还有汁。这天天的，你还要什么这个美白不让它晒吗？晒着非洲人那种。人家早上去钓鱼。他竟然还知道保养。别人都看，哎呦。哦，别的不知道啊，这个就知道。这再晒几天，我估计笑一下只看见牙齿。别笑笑了，那个面膜纸皱起来了，你也会起皱纹的，不要让它撑撑的，然后你皮肤又扭扭的。不要笑哈。那就忍得住吗？他这个敷在上面还是要拍的，要我帮你拍吗？有，还打灯，要打金，没有，对，越打越红，等下，你说这路过的人看见我这样在这里后，这个人艳欧了，
注意在注意你的表情管理。嗯，那个天气每天就天天下雨，我白天就不下。那还好，我白天下雨，你能觉得你钓鱼能那么舒服吗？啊，不会不会晒成这样。我问你，你不是钓了六条鱼吗？鱼嘞？鱼呀、啊，送人了。嗯。送给个美女去。哎呦，这个还要拍一下。哦，送两条鱼、啊。不是可以送啊，我只是帮你拍一下脸而已。他们这个拍的吸收比较好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哦哦。哦。